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最新的快照版本来咯。上个礼拜麦块没有更新最新的快照版本，跑去更新基岩版，然后现在的版本是 23W16A 哦。更新了什么？我跟大家讲，没有什么，这样好不负责任哦。两个礼拜那个官方确实没有新增什么重磅的东西啦，讲一下那个细部它更新了什么好了啦。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陶片又重新命名咯，对，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英文，那之后应该中文命名也是叫陶片啦，所以你应该中文方面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，英文有一点点的差别。第二个变更呢，就是我们这两个人的福林侦测器可以远端传输的时候比较不会坏掉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啦。那个红石部分，那个一向都我都不会讲太多的，红石和指令在这个更新里面就能不讲就不讲，告诉你们有更新就好了。既然都提到指令了，指令的方面新增了一个 return 指令啊，另外村民标签多了两个哦，全部都跟这个农夫有关，现在农夫会踩坏农田，他就多了两个标签来保证农夫比较不会破坏农田，让农田变为泥土哦。这是维护农田是其中一个，另外一个是可种植的种子，对，多了这两个标签啊。比较有趣的是那个可种植的种子，把火把花种子和这个瓶子草豆荚哦，它翻成瓶子草。这两个都加入到那个农夫可种植的种子里面了，所以以后自动化，哎，这两个是不是有机会了？另外呢，就是我们拿着火把花种子，我们的嗅探兽会被吸引，会跟着你走，哎，就是这样。此外呢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更新哦，在我们的游戏外面这里，大家有看到这里吗？如果你不常注意的话，其实不会注意到啦。这一个原本是合成台，对，那个快照版本的时候是合成台，现在改为泥土了哦。那个原本的版本还是合成台啦，就是正式版本是合成台，快照版本改成泥土啦。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更改哦，可能是对为了区别吧。大家觉得嘞，有没有很好笑？讲了这么多无关痛痒的更新哦，其实这一个快照最主要更新的是我身后的这个啦，步道遗迹。根据社区反馈重新设计哦，改变了内部结构，新增加了更多变体，沙子不再生成在内部了，然后有更多的砾石泥土，调整了可疑砾石的数量，哎，杂七杂八的啦。秋风用超平坦的水世界直接召唤我们的步道遗迹哦，或是又翻译成古迹废墟啦。对，这个你在上面一般啊，你在发现的时候只会发现上面这一小块，这个其他的通通都是藏在地底下的哦。水就是地底下，只不过用水召唤，大家看得比较清楚而已。它通常会有一个塔楼，然后旁边会有一个走廊、房间，还有一些摆设，大概会有这四个结构哦。那它经由这四个结构再去变体，对，变换一下，那放的位置也不太一样。目前能在里面考古到的东西分成两类啦，一类是比较稀有的，像是陶片啊、锻造模板；另外一类就是比较常见的，它把那个内部代码分成这两类啦，像是什么彩色玻璃啊、工具啊、蜡烛等等，就是属于比较常见的工具哦，放在这些可疑的砾石里面。其实你每一次用指令召唤，几乎都可以召唤出不同造型的这个什么步道遗迹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钟楼，光钟楼这个就是高高的那个叫钟楼嘛，钟楼造型大概就有35个，然后房间造型也是35个啦，步道有7个，旁边的附属装饰有7个，这样子斗来斗去，斗来斗去哦，所以几乎每一次召唤都会有不一样的变体哦，实在有够多的，就跟那个就跟什么森林大宅的房子一样啊，每一次房子里面的房间都不太一样啊。
以上呢就是这次快照版本的更新介绍了齁。我以为两个礼拜没出会有一些重磅更新的，结果没有，可能是因为跑去更新机研版，或是麦快传奇上市了，所以快照版本就应该是不同团队啊，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啊。嗯，谁知道呢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